因为有你在身边，就不再感觉到害怕，大步走向前。一天一月一起一年，想不想永远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格在一瞬间，停在记忆里边最美的画面。因为有你在的每天，这里不会了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格在一瞬间。谢谢红图，谢谢红图的锦鲤，谢谢。跳舞你送礼物不？你送礼物不？我跳舞你送礼物不？你送的话我就跳，你不送我就不跳了。你看我唱歌的时候，小瑞送我奖杯，红图送我锦鲤，白色皮球送我锦鲤，然后跳舞的时候呢，哈喽小风，哈喽北极塔，哈喽花间酒，虎粮也行，虎粮也行。呀，你太敏感了吧，我叫你送礼物给我你就说是坑钱，这只是对我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欣赏，一个支持而已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丢一个，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丢一个虎粮给我，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丢个锦鲤给我。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，当然有区别了，还是有区别的。你喜欢就丢个锦鲤，不喜欢就丢虎粮啊。谢谢我是颗小虎牙的奖杯，哇，谢谢岩丫头梦爱你的血瓶，谢谢王晨宇，谢谢孟非梦，谢谢孟非梦的六六之山。恐怖游戏是我有点不敢玩，所以我要先给自己打打气啊。说是最近最恐怖的一个游戏叫 Visions， 哦 Visions， 不是好叫什么？怎么念来着？我看一下，面容，哦对了，大家等一下十二点的时候提醒我一下。我要买一些猫粮跟猫砂什么的，就双十一它打折。Visage 对 Visage 那个面容，对，是最近最恐怖的游戏，据说是寂静岭 PT 的后续。我一定要尝试一下，因为我以前是个恐怖游戏主播，但是现在我好久都没有玩恐怖游戏了。啊，跳了跳了跳了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好吧？为什么每次都有那么多新人，然后觉得我跳舞会跳得很好看呢？为什么有很多新人都觉得我跳舞会跳得很好看？开一个那个吧，开一个双屏，给双面镜。我先放一下音乐，你们听得到听不到？听一下，听到吗？
不是那种内放吧，而、啊、不是那种外放吧。那我就
可以吗？还要跳吗？还要跳吗？哎，我觉得这个舞蹈还行哈，还可以对吧？因为它动作不是很多，还能勉强能看一看。那礼物呢？谢谢死亡如风，谢谢梦已碎，谢谢小肥猫，谢谢等一个人，谢谢略略略略略略略。啊，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千鱼。礼物呢？你们倒是把虎粮给交一交，你牌子续一下，你牌子掉了很不划算的呢。再跳举报。把这个分镜去掉，沙地上开红趴，开红趴，把伪装都脱下，太空穿度假，你想开红趴，开红趴，刚才挂了电话，你到我家还肯飞舞游哈，飞舞游哈，带你穿越银河，我都不敢玩。这个你会相信吗？相信吗？我都不敢玩，我把声音调轻点，等会我怕我的尖叫把你们吓到，我把这个灯开亮一点，我都有点不敢玩，唉。